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妹。今天呢，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忙碌之后作为轻松犒赏的礼盒开箱。噔噔噔，就是这一款礼盒，百醇和小红书共同推出的舒享此刻礼盒。这个礼盒呢，它的外包装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它是像一本书一样。当我们打开礼盒的时候，就是属于自己犒赏时光的开启。这样的设计呢，可以让我们彻底享受放松时候的惬意还有美好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来开始打开礼盒吧。开第一层可以看到它是和风烂漫之章，然后现在来打开来看一下，它有桃桃抹茶的口味，还有樱花抹茶的口味。这个桃桃抹茶的口味是百醇和风系列推出的全新的产品哦。现在我们就来打开尝一下它的口味。它整体的口感是非常松脆的，你看它这个外面是一层粉色的，然后里面有抹茶。它和刚刚的桃桃抹茶相比，就是它的口味是有抹茶的味道更加浓郁一点，然后外面还有一层淡淡的樱花的清香。这个呢，第二章是花果缤纷之章，然后它有薰衣草蓝莓味，还有玫瑰树莓味。然后呢，这一章主要是果味很足的。那我们现在先来打开品尝一下。这两个口味整体尝下来都是有一种酸酸甜甜的瓜果味啊，果味很足。第三章呢是百醇传承之章，有巧克力味、芝心饼干，然后还有抹茶慕斯味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来尝一下这个巧克力口味。入口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醇香柔滑，里面的这个巧克力的助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浓郁。这个抹茶慕斯口味呢，对爱吃抹茶的小伙伴们来说，可以说是非常有福音哦。因为它这里面有浓浓的抹茶助心，然后就是会有一种浓郁的抹茶的口感，爱吃抹茶味的小伙伴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口味。我们的最后一章呢是香氛满意之章，这里面有百醇特制的扩香石，然后还有精油。当你在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，打开一包百醇，然后呢再加上它这个精致的扩香石，无论是从味觉还是从嗅觉上面，都会给你一种极致的放松和犒赏。可以说这次百醇的礼盒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，然后呢这里面的每一个口味都很特别，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包装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和精美，而且非常符合青春的气息。春天到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在忙碌之余用这个舒享此刻礼盒犒赏自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